大家没有想到台北真的很快就完售了，所以今天在场的大家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可以来陪我一个晚上，就像刚才那一首歌一样。等一下，好，我先问一下，今天到底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看演唱会？我不要再举了，你们很过分呢。那你们之前都在哪里呢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，但是我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今天真的打算跟大家讲很多歌曲后面的故事，对，包含我们刚才听到的歌，其实也不是每一个空档都需要。哎呦，你们真的太可爱了，谢谢谢谢，你们自己斟酌好不好？要不然我们知道到时候后面要上 Q 版，也是一笔预算，好。